结石持续生长，导致左肾重度积水，双镜联合微创造肾取失彻底，腹部彩超、腹部平片、CT 横截面、CT 左肾中度积水。经过全面的身体检查，腹部彩超显示左肾积水 3.2 厘米液性二区，左肾肾盂出口处结石，内径两枚强灰生团堆积约 2.8 厘米。腹部平片，左输尿管上段及肾门区高度逆影，左肾区高度逆影。 CT 左肾盂输尿管一毫不结石。左肾积水，左肾结石和女士是属于多发性结石，结石大又多，结石部位特殊，并发症严重。庆幸的是他肾脏功能还比较完好，抱住肾脏不成问题。专家解说，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